我要吃你，你躲什么？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很危险。为什么我现在就有点饿了？童瑶，这两天是不是有东西落在我房间啊？没有啊。 你再给我加个柴蛋，谢谢。你真能吃。你确定没有东西落我这儿了？哦，我好像确实有东西落在成哥那儿了，应该是移动电源。 别多管闲事。哎，人呢？成哥，嗯，你要吃早餐吗？我可以帮你点，帕尼尼还是粥？我要吃你。 队长，柔韧度不够，腰要断了。你躲什么？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很危险。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姿势讲话吗？你也可以躺枪。哼，臭流氓！我就想来谢谢你，这么努力配合打四保一，展现逆风局教科书般的风采。 以及感谢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你已经心有所属了，这么没诚意啊！你这个感谢。那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。那，我们去约会吧。嗯，好啊。但是，在这约会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亲一下？行。 明天见，胖子，我给你赌一个帕尼尼。 不出3秒，陈哥肯定出现。你们干嘛去？桌子上有给你们准备的肯德基早餐。你们吃吧，我出去买东西。我陪他去买东西。 你们俩怎么每次单独出去都打扮的跟要去民政局似的？嗯，我天天长这样。我也是。你就算了吧，你也什么你？我上次看见你精心打扮出门，还是和我哥一块去花鸟鱼虫市场买金鱼的时候，甚至没有上上次。嗯，怎么了？乡下人进城就是要打扮打扮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 我被绿了，辛苦拉扯大的 AD 居然抛弃我跑去中路了，你住口！不许笑。走了。这世界很酷。